歌声甜美、身材姣好的安心雅，以及房间有没有贴满她的照片？专辑方季韦新歌给我们听一下呢？好。我们从爱情里体会送进放大，那是欧洲代际，生命就这样旋转眼神平衡。好听，好听，这就跟我们新一代宅男女神的感觉不一样。安心雅有新专辑喽！对对对，我那个开始预购新专辑《单身极品》，然后在1月11号发行。哇，好棒啊！等一下也听一下安心雅的新歌。对对对，是快歌第一波主打。快歌，安心雅出现一定要稍微有点动作，你知道动态的地方，比较可以看得出她的活泼。对，而且今天跳舞。对啊，今天除了两位发片歌手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，还有第三个发片歌手，也是玉女吗？算是熟男，也是沙哦，对，吉马，他脸有点没表情哎，对，没表情的，他好像是放松的，嗯，然后对。你要知道，要抓到一个窍门，就是要这样，感觉是安心雅吃太饱，有点想睡觉。对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双娇羞，哎，不自然哈。哎，那个娇羞是良家妇女型的，好吗？对，那这手不是夹紧吗？但是你的表情比较奇怪，他也是没表情，眼神，对。眼神要向下方一点。哎，这种音乐怎么会是良家妇女？是不是配乐的关系？我怎么觉得歪歪的？人不太适合做这件事。有一圈毛，还有同一个公司吗？综艺吗？对，那个综艺，同一个。多美妙啊，往昔如锦迷离。对，哇，喜欢吗？完全八零年代。比如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，对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都跟自然有关，所以它就被定位叫自然系，所以就不能泄露国防机密。安心雅听了哦，对，偷偷地在，谢谢偶像，谢谢谢谢，一句一句和呀，一声一声唱夏之旅，这个二首歌吗？有哎，有印象，就是小时候有听到那个妈妈跟阿姨有在听，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唱，都会跟着唱。那你小时候有崇拜的玉女吗？有啊，像周慧敏啊，对，还有，可是我之前是喜欢台语挂的，真的吗？比如说南台湾小姑娘类的，对，然后还有方顺吉，那时候也是我的偶像，真的。接下来我们讲的应该是安心雅，就更有印象了，你的感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那个时候唱片，老师也有做过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最近有做过一首。哦，所以老师专门就是在专攻玉女系的朋友，所以王老师是是。是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暧昧让人变得贪心，直到等待失去意义。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，放遗憾的心贴得好近，每分钟零距离，分一首歌给哈利，甜言蜜语，歌声传递加上超过表情，更新彼此最新的秘密，爱用随身听，随时感应，多喜欢你叫哈利，甜言蜜语，在我心里爱你.com写日记，甜蜜的心。
雅歌声蛮好的呢。是哎，越唱越好。真的假的？两位老师请讲评，谢谢。对啊，我其实我在制作他片子的时候，在之前呢，我在想说，耶，他可能应该我要配唱一个，应该要花蛮久时间的。其实没有，我觉得其实他蛮能唱的，他的节奏感啊，跟他对歌的那个领悟力，我觉得都蛮强的，很厉害。谢谢老师。不过接下来就真的要名字吗？不可能，我穿运动服，都穿运动服。那是连身洋装呢？很少，都很长，很长。那你有穿过紧身的吗？紧身的，上台的礼服。但是现在去租礼服要演唱会的时候很难哎，因为以前都是很保守的。可是现在他说，小姐现在从裤子拉紧紧。你答对了，我告诉你，中东那边是不是很保守？对，我就特别去找新加坡那边，然后那个马来人穿的泳装是到这里，然后拉链拉上来，高领的，然后手到这里，真的，因为他们不能露手背嘛，是，然后裤子到这里。对，就直接连身的。天哪，穿马裤去游泳哎！对啊，你是去冲浪还是去游泳？那安心雅，你有穿过连身的泳衣游过泳吗？还是你都是三点式比基尼？我都是比基尼，但是我在拍杂志的时候有穿过连身的。但是中间挖一个大洞。对。对。所以两代玉女就大不同。对啊。女神级的人物通常一定要身材非常好，现在，然后一定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要代言过。网络游戏、动漫啊、电玩啊、cosplay 啊、有 cosplay。安心雅那时候的 cosplay 最，我就是在开始电玩节目里面有就是 cosplay 很多种造型，对，然后自己也有代言，所以有宅男女神。当然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就是要天使的脸孔，跟魔鬼的身材，这个才是。脸看起来是很无邪的，可是身材却是非常火辣的。对，这才会引起宅男的注意。那安心啊，比如说身为宅男女神第一棒，通常唱片公司会不会规定你平常出门一定裙子要短的，长裙不能穿，不能穿太多，对不对？是没有规定，但是就是有说出去的那个穿着要好看，就是不要太邋遢随便。对，然后你来录音的时候看起来蛮邋遢的。哪有？没有，开玩笑的。顺潮了，顺潮了。因为王老师你不是宅男啊，但是我觉得眼神一定要无辜。对，什么叫无辜的表情？这要请安心雅示范了。然后方季韦姐姐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跟着时代一起看完以后换你做一遍，好，好。安心雅无辜三连拍，一。宅男，无辜二，三拍，三，嘟嘴嘟嘴，哇哦，好，对对，接下来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现场感受一下我们宅男女神的热力。想办法，爱的队伍就要准备发亮，有了自信说好就出发，谁能决定你是王子还是青蛙，一拍轻松迈开了爱的步伐，我的心只要你发财发够你全开，成功一整晚都过了，这心就要坚持不放开，可爱，这就是新一代的宅男主要的原因。对，所以今天非常谢谢玉女们来跟我们加入今天的节目，同时也谢谢老师们的分享。
谁的孤独，童话故事的爱，像没现实般无